中秋前期的话，我们的订单是不断的。顶子酥的话，大概在3000斤左右，泡沫酥在2000斤左右。你后来就成。从今年开始，尤其是到了中秋节，大家进店选购，过来问代糖月饼的有明显提升，代糖月饼的销量比去年增长了10%以上。像土三十是怎么付费啊？微信吧。